玩具来看一看，这是干啥？怎么这么热闹？这是大的德国牧羊犬。哟，这是牧羊犬开会吗？哎呦我去，你看还挺凶的。别看个子小，别看瘦，骨头缝里都是肌肉。你看它竟挑这个大的欺负呢。这几个里面应该不是一窝的啊。你看它让它闭上它的嘴了。啊？还是它厉害啊，大一点就不一样。吵架没赢过，吵架没输过，动手没赢过，你看，这就是说的他吧。哎呦我去，这个锤子非常的漂亮啊！看那是狗狗的爸爸啊，我天，大赛皮，你看整体的体型很漂亮啊。这应该是两窝狗啊，你看这个稍微小一点，这个大一点。哎呦我去，他俩吵起来架了，这为啥？是为了争口吃的吗？这条很漂亮呀、啊。但是耳朵是帮他辅助力耳的，头摆非常的好看啊，嘴非常的宽，头也大。怎么来、哎、走两步来看看整体的背线怎么样。哎呦我去啊，这太懒了。这条漂亮，这条漂亮，这两个小的应该是一窝的，这两个中等的应该是一窝的，可能他这几个狗都不是一窝狗，因为体型大小不一样，相差有点太多。哎呦我去，又给干起来了。这种德国牧羊犬啊，之前是做于警犬训练用的，这家伙当个警察的这个警犬，现在呢大部分被这个马犬的服从性会更高给代替了。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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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还会互动呢，你看。哎呦我去，这一条好漂亮呀，嘴特别的宽，脑袋也大。这几个其余的小的吧，你看这几个已经自然立耳了，但这一条的话耳朵还没有自然立起来，都是辅助力耳，整体的体型背线非常的好看啊。这种小狗你们看，哎呦这老板来喂吃的啦。哎呦我去，干饭了，干饭狗，你看看咋的啦？这不想吃呀，早饭不合胃口吗？啊，你看他几个都去吃了，你还不去啊？是不是刚刚被他打怕了你啊？